知不知道？看你个嘴巴，我才不吃嘞！大姐，给你份儿换来。老话说，红薯芋头本性脏，煮的没有烤的香。来，小嘴，把这烤起。喂，烤红薯是八零后抹不去的回忆，但作为四川人，相比烤红薯，更怀念的是手工红苕粉儿。小嘴，把红米拿走了。从前年开始，就有粉丝让我做，我也没想到一条视频，一碗酸辣粉儿。产出了上百万朋友的家乡情绪，所以立志不管时间不管商业，安安心心服务手工酸辣粉，不撒娇照样 Q 弹，劲道经营平台。历时两年，终于来了。辣粉儿，不好意思，辣粉儿，我放舌头上了。其实，在四川没得啥子烦恼是一碗酸辣粉解决不了的，特别是加班想吃独食。配料的方法我打在了视频上头，学会了这个手艺，开个摊摊肯定得行。但是切记，粉必须要有红苕粉才更正宗哈。四川油泼辣子和呼出香橙的酸辣，搭配上黄豆芽和脆爽的熊耳酸笋，油酥豌豆，麻辣鲜香酸且油而不腻，巴适的板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告一下，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留言问我。这手工酸辣粉味道就可以呀。YouTube 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周小河，这是我 YouTube 的唯一账号，请大家支持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消息了，谢谢大家。